的游戏环节当中。今天呢，有六位主持人和六位小朋友参与我们的游戏环节。这边呢是绿泡泡，哎，姐姐，大家好，芝麻哥哥，哇，那这边呢是徐刘姐姐，一天哥哥和红火锅，他们呢都带来了小朋友，我们请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文琴，今年八岁了。哇，欢迎你，这位小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宁哲，今年八岁了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戴晨，今年九岁了。大家好，我叫于妙言，今年七岁了。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。我们的游戏名字呢叫做什么里面有什么。什么里面有什么，所有队员排成一队，根据主持人给出的题目说出范围内所包含的词语，没有按节奏回答或回答重复的淘汰。队员们加油吧。大家看到了，游戏还没有开始呢，两个队呢都已经跃跃欲试了，究竟哪个队可以在游戏环节当中获胜呢？我们马上现分享。好，现在呢两个队已经混编在一起了啊。那我作为裁判，我要听到哪个队说错了就请他出列。首先请听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狮子、游客、老虎、猴子、蚂蚁、狼、眼镜蛇、导游。对，什么？门票、变色龙、驯兽员、鹦鹉、娃娃鱼、马尿鹿、厕所。坏了，超市里面有什么？冰淇淋。太慢了，淘汰。说，买东西的人。厨房里面有什么？厨房里面有什么？刀、iPad、盆、筷子、抽油烟机、水龙头、油泥、微波炉、面粉、冰箱、磨刀石。哎，就淘汰，淘汰，继续。抹布、柜子，有我吗？扫卫生的，爸爸，啊，呀，地，失物招领处，鱼缸，杨子鳄，天，卫生间，小丑鱼，有鱼缸，有玻璃，鱼缸说过了，说过了，鱼缸说过了。森林里面有什么？游客。哎呀，这变成、森里面有大树，有草，有伐木工人，有花，有鸟，有土。淘汰。好，经过几轮紧张刺激的游戏之后，获胜的就是徐刘姐姐、一天哥哥、红火锅队，祝贺你们！两位小朋友可以去那边去挑选这个礼物了啊！